紫薯除了用来整甜品，九龙城这家汉堡包店好搞怪地用紫薯做成紫薯馒头。加埋即叫即炸的资深猪扒和一层新鲜的紫薯蓉，整个汉堡包感啊，紫薯蓉香甜诱惑，切开猪扒入面是流心车打芝士，非常吸引啊。紫薯馒头配牛肉汉堡扒又点呢？入面塞满芝士，加埋生菜洋葱，非常丰富。至于蟹肉汉堡，用的是手擦新鲜蟹肉，一样咁好吃啊。